晚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晚上，所以呢，也将是各位对各位来讲呢非常有考验的一个晚上。因为今天晚上从5点到10点活动正式结束之前，我们将在街头连续站5个钟头。我们将在街头连续站5个钟头。过去5个月以来，高伟凯在街头辛苦地向大家拜票跟说明同志鼓劲，非常的让我们许许多多的上班族感动。所以我们今天结束的活动，也就是当初我们开始感动上班族的活动，我们将要在全竹北市7个主要路口和16个次要路口来站人。而且今天晚上站人呢，我们手上还要拿着烛光，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我们是在这个路口啊拿着烛光，然后站在路口的一项活动。没有拿任何道具的朋友们，记得你们就是要两手拿着蜡烛，还有这个纸杯，一起站在街头。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等一下要听我们队伍的分派活动。所以我在这里头，首先还是要代表高台竞选总部，来向所有今天来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们致12万分的谢意。这美好的一刻，剩下最后几个小时，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坚持到最后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我就要来宣布一些工作上的细节，请各位要配合我们今天晚上的活动。今天晚上的活动，除了我刚才宣布的7个主要路口和16个次要路口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新娘婚纱的夜间灯笼游行要在东区展开，所以我们有3个新娘。要搭配20几个女性一起在东区，柔性的向我们东区的选民来诉求。以上7个主要路口，每一大队总共有15人。以上七个主要路口，每一个大队总共有15人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。等一下我们会分派组员，加入到各大队里头。点到队长要过来，他才我觉得好。这个什么上面胶吗？这有胶。这个这张有背胶的。徐元昌同志，你负责这个啊。接下来有16个次要的路口，这16个次要的路口，每一个路口总共一组有5个人。我接下来宣布这16个次要的入口。来呀！你要全部打开吗？这个5人一组的小组，你们的配备包括了6高伟凯，4个字牌，还要拿一个小的麦克风。一个大的要放蜡烛的6号的大纸板，这边有个木头板，看到没？小杯装着的。都有小蜡烛的，拿这个。然后呢，还要拿10个主杯、纸杯兼蜡烛。我们相关的东西都已经分配好，下会逐一分配下去。所以呢，以上总共有23组。7大组16小组，各小组长我刚才都点名了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吧。再讲一遍，今天晚上将是艰巨的晚上，因为我们必须要，我老实说，人家考5科，我们只能考4科。今天晚上搞不好有人就要开始又在买票了，我们不会买票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用劳工最真诚的心意来感动我们的选民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势必要在街头站了很久，长达5小时。请所有的同志们记得，这是我们这一场战役最后的一项行动，请大家务必认真而切实的来执行我们相关活动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要印好以后交给各位啊，好。
现在暂时休息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。